千萬。哇！我哋之前有喺阿軒東嘅演唱會做過一次。哦，咁呢個係第二次。係啊，都好啊，總之三甲啦，總之係。咁我多謝你接受我邀請啦，因為今次我請嘅嘉賓都比較特別，乜嘢範疇都有嘅，有啲係新進啲嘅啦，有啲係比較大家熟悉啲嘅。咁 Cola， 你覺得自己係新人定係咩咧？咩級別？永遠都係新人。永遠都十九級，講得啱喎。我其實活到老，真係活到老，我自己都覺得有陣時自己都要抱住個新人嘅一個心態去學習，即係尤其是喺演藝圈啦，你不進則退啊嘛。如果